小声点，小月。啊，干嘛？里面有什么很恐怖的东西吗？不是啊，现在是晚上，灾厄村民说不定都睡了，我们趁现在抢完宝贝赶紧逃不就行了吗？啊，灾厄村民还能睡觉？你是不是傻呀？那不然楼上为啥有那么多的床？不就是拿来睡觉的吗？哎呀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这就是你说的都睡着了吗？啊，戳呀！说不定是起来上厕所了呢。你是屎孩子吗？回去给你马桶里倒岩浆，信不信？嗯，钻石厨？怎么说呢？钻石制品倒也还行，可是钻石厨能干啥呀？种出来的菜更好吃吗？你不要给我好了。算了，这玩意儿没啥用，送给砖砖当玩具好了。你家孩子拿钻石厨当玩具啊？你放心，这个钻石厨啊，在他手里面活不过几天的，他的破坏能力，哎，你是想象不到的。有这么玄乎吗？腿三，对不起。阿姨，你对三都不要吗？哎呦，我这个乖乖，小月，小月，又怎么了？灾厄村民又起床拉屎啦？气死我了，这些家伙居然聚众赌，还居然吃王炸，可恶。哎，小月，我跟你说，我们遇到大麻烦了。啊，什么？这些不是简单的灾厄村民，他们是更厉害的地主村民。这么厉害？那我们还要不要进去啊？退缩是不可能退缩的，我们先躲在这里商量一下对策。我他居然追上来了。对对对，你说什么？我跟你拼了。对，哎呀，今天这个灵地府邸一个都不能留。我的妈呀，这些灾厄村民惨了，把小月惹得这么生气的人啊，一般下场都特别的惨。默哀默哀呀，给我冲啊呀，把里面的什么灾厄村民全部给我干掉，尤其是那个什么地主村民。我尽量。哎，这里有一只朝我过来了。哼，看我的水遁水拉之术。啊，这么敷衍的水遁吗？快去阳台了，我已经困住他了。完全没有困住好吗？算了，吃我一剑屠龙剑法。哼，这些家伙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的乖乖，这也太惨了吧，以后可不能招惹小月，不然估计我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哎呀，我已经感应到了附近还有很多灾厄村民，交给你了。 你怎么感应到的？喂，就在那上面。还真有啊。哎呦，好痛。哎，坏了坏了，得赶紧。